咱国来关心每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侯友宜提出补助女性兴起党内的政策，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。而且伊嘛要求民进党的赖清德讲爱公私分明，爱向大众说明讲伊敢有请假。严格立言，即嘛是对外表示副总统是避讳元首，无敢爱请假的问题。另外，郭台铭是邀请推出 ChatGPT、OpenAI 的执行长，也过一挂 AI 专家来参加 AI 的论坛。也那民众党关本的是去高雄庙口开讲演讲，批评鸡卵甲天狗这个问题，政府都无在调解决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囡仔做伙算表现真亲切，佮推出新的政策。34岁到40岁的女性有20000元一次性的冻卵补助。除了补助冻卵，也阁提高育婴留职停薪补助，也阁生三胎家庭房屋补贴，要解决少子化难题。那是如果开始请假参选，和民进党批评落跑，侯友宜往哪做回应？我一定是公私分明，该请假就请假。今天赖副总统，他常常在跑选举行程，也跑了很久，不知道赖副总统有没有请假？宪政精神，总统本身就是宪政机关，副总统为备位元首，全时间执行宪法赋予的职权，没有法源依据可以请假。如果国民党还有疑问，可以去问问马英九和连战，不懂不要装懂。罗清德兼办发言人陈世凯认为，会有这种讲法，凸显国民党对宪政体系拢无了解，呼吁国民党个好友谊，唔通为辩解做辩解。那是民众党郭文铁，二是暗时阿伫高雄庙口开讲，佮讲鸡卵甲天狗热这个议题，批评民进党执政无尽力。1亿4000万颗进来，啊，报废掉5000万颗，包膜啦哦，所以撑比较久。啊，我讲哎呀，又突啦。我说你干脆喷那个防腐剂更快。台南登革热超过10000，今年会是第一次吗？赖清德在当市长的时候就有了。目前当地发起总统参选连署的鸿海英灵创办人郭台铭，是跟 ChatGPT 的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邀请来台湾参加 AI 论坛。I think the rate of change will be fast. I don't think AGI is decades away. Most of the world, I think, didn't predict ChatGPT a year or 3 years ago.And I think that will remain true. But I think we're on to something pretty deep and fundamental, and it'll be great. 这场由英联基金会甲十几合办的论坛，除了阿特曼，也佮国际出名的 AI 学者吴文达、李杰等人出席。郭台铭刚上台做会翕相，无地俗发言，暗过马丁贤伊伫科技领域交杯真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